那只有我只用写一次。现在是晚上的6:33。不是圈池吗？那圈池。我们一样在虾中先，老板娘非常的好，招待我们一份虾饼。然后姐姐在看一个人去跑步，这算是漫画吗？我也不知道，长大了。好了，总比滑手机好。然后又在讨论叫妈妈买健怡顿给她玩，对，然后他们还在讨论中。哎，他还叫我帮他换床单，然后不帮我洗，就不帮我做。你昨天叫我，你会找他说昨天有。他们在讨论，在 talk talk。换床单，然后就没时间啊，就是叫啊。昨天有一个人闹塞，问帮我换床单，他们有气无力。老板叫怎么办？然后你今天已经蛮有时间了，反正吧。哎，我每天的行程是很满。我今天早上去拍片，然后今天才去买东西，然后下午我就去吃饭。我刚还在等一个人，他提出车下来，我还载他来吃饭。嗯，就是你要一直跟我，你到我你昨天就说你找，然后我就跟你，哎，我没有，我就跟你说我会的，而且我就答应你说出国前你一定会看到建议我。好，谢谢。哇，哎、欸，很烫，我刚才碰到蛋。好好好，哎、欸，这蛋好吃哎。要美食。好，这个酱留着。那我们吃过了。因为没有，因为这个蛋很热。而且大家可以看它很蓬，非常蓬。今天蛋，姐姐说要吃葱花蛋。好，姐姐梳收起来，我们要吃饭。你拿来切了跟葱花。嗯。你拿切了吧，加点酱。因为这样不好嘛。这蛋超，这个蛋一定是好。哎，你这种工作，你用不跟我拿这样。然后那给我一个蛋，我被我老婆骂。本来病菌就不要传染。好好，可以了。这蛋看起来很好吃哦，很大哦。这留给你，这留给姐姐，好不好？不要，然后都给你，都给我，好不好？可以吗？你喜欢这个红花蛋，你喜欢吃这样？教你怎么接呢？我把蛋打一打，然后把葱花一起打开。粘点的。那我就两个。他这干嘛？这个是粘那个吧？为什么不能粘？礼拜天我教你煎这个葱花蛋。那我俩就两个煎。那我教你煎啊，要不要？以后在家可以自己做。那这个是大火煎的才会这样。慢炸。对，油很多。我教你做。真的。你要学什么菜？我也可以教你。我想要煎那个面包蛋。啊？捏那个面包蛋，那你礼拜天早上先拿出来退，你不要退全部一颗就好了，然后等它软之后，晚上就可以把它捏起来。啊，这个拿去煮。对，是煮吗？还是煎的？面跟蛋用煎的。我忘记外婆那时候说什么了。就跟你煮啊，快加你想吃的料啊。但我就是个人想加那个意式酱，好怪哟、哦！搞不好很好吃啊！明天我们什么时候煮？那个快年底的时候，六月几号？大豆苗，好哇！一根大豆苗看起来很好吃哎、欸，给大家看一下它大豆苗，它都大豆苗多少钱？一直要用吗？不用，谢谢。这个是大豆苗，很大一份，这份应该一百，那这应该要180吧？100块。拿公筷。这边有一双公筷，因为我们最近都在生病。那吃一下它的大豆苗，100块，这样还算。也是算数不好。22出嘛，所以呢。30也是啊。来，吃大豆苗。我等很久了，我等你。牛爸那时候等了，牛爸来了，早上
拜六，你会再夸张？到现在也没有，有一个礼拜了，还没。你看七、一、二、三。阿优，不要敲。有，我也用那个夹，我用公筷夹哦。那大冬饼很好吃哎，这也是大火炒的，对。那家蒜头切很细，这都不是自己切的。这不是自己切的，来就是切。他们叫很多菜，谁叫很多菜？哦，所以我们很慢，对不对？说他们两个刚点很多菜，哦。你今天下次点哪一个？哪一种？千篇一律的那一种。真虾、啊。下面还放肉。龟条。龟条。一定不是你点的。对啊，绝对不是我点。还有你要这个蛋是不是？来。你这样。牛小排，点那么好？你看你吃啊，刚刚你不知道我跟你妈中午吃很好吗？我还点了吃两口啊，还点了吃了超多冰淇淋。我们三，你今天吃中午吃，以后中午带你们去吃套餐，比较便宜。你们要上课啊，不然就带你们去吃。可以礼拜三中午放。对。还要上。对啊，你们哪一天中午上课？他足球课快结束之前，那我也是。对啊，可以带你去吃。就是下学，就是下个学期，这个学期快结束前。他今天上菜比较慢，因为生意太好，人太多了。要不要去？明天不用去接姐姐。明天为什么不用接姐姐？明天接完姐姐，我们就要直接去六福村。明天用接姐姐啊，姐姐啊。对啊，不是早上，不是下午，是晚。明天我们要去六福村。你们只去一天而已。对。那会破梗啊？没什么破梗，你去六福村嘛。我已经跟好多人讲说，我明天要去六福村。跟谁？就是讲过好几次，我明天要去六福村。我们有要做什么吗？有排活动啊。牛小排。哇，牛小排耶！吃得完。给大家看一下他的牛小排。这比较贵吧，只要200多吧。对，200多，250哦，280。哎呦，你点的哦。嗯。哎、欸，我们中午一个人才吃399，你这个就250。被烫到。赶快冲水，赶快冲水。不用吗？半捏。我刚才真的有这么烫吗？烫到地方捏的，因为这边很。没有到那么烫啦，有烫啦，可是没有到那么烫啦，还好。姐姐，你要不要一块？不要急。我夹一块给你。咬不动再给我哦，好不好？因为我们自主超好玩的。你有汤哎、欸，没关系。闯关，然后闯关完就会有点心，是宝藏，然后宝藏都是点心。然后我今天吃了两个。最后一个是虾子，我们等虾子来给大家看。
你这餐应该要吃一千多了，差不多吧。嗯。一千。那边吃到的不会硬。那这边这天蛮清爽的，那这边那个。那、嗯、小排有点硬。对啊。因为他这么贵点牛排哦。那是什么？鸡软骨应该要150块，这份是鸡软骨180，他们最近很爱吃鸡软骨，给大家看一下鸡软骨。可是哇，这个超下酒的，是超下酒的。然后牛小排有一点点硬，稍微硬一点。我吃一个鸡软骨，这好吃耶！好吃吗？好，你们吃鸡软骨，吃牛小排。哦，好喝耶！嗯，好喝。它是肉比较多的那种。哦，可是很咸。这下什么？卢广仲代言芭比了。老板这么开放，还能开叫你去隔壁买。老板真开明。少女要去隔壁买水，你应该只剩虾子没来吧？他牛小排真的比较漂亮。这牛小排，悠悠，这个牛小排标准吃法是要连旁边那个筋也吃掉，就是这样。只剩那个骨头。对。你今天没办法吃，我帮你吃。要吃到像这样，下次不要怎样。对啊，还有。我之前跟听早拍一片。我今天跟听嫂拍一支片，然后拍三支片，没有，我自己的小频道就是拍生活日常，拍了两支，就一个讲 YouTube 经营，然后一个就是跟他聊天，然后跟听哥，然后我的主频道我拍了一支片，拍了什么？就是耳机，蓝牙耳机。你有看到听哥的宝可梦卡？听哥有玩宝可梦卡？没有啊。然后，哎，还有什么？聘嫂那边拍，我聘嫂那边拍一支，就我跟他拍一支。那聘嫂有玩宝可梦卡吗？没有。应该剩虾子没来了。你拿杯子啊。不要拿杯子了，你们在外面买的。啊？直接到的时候不要碰到。对，要喝水，就多拿至少拿一个杯子吧。好，好认了。你拿一个杯子。
开，练一下。打不开。那不近，那就。你们没有人要吃这个、哦？给你吃啊！你要喝吗？你要喝吗？确定？你这样子他的、啊。带便当呀，好硬啊！下次快点留烧花。硬，全都是你爸爱吃的。他是该点肉啊。那要配酒。方子，我要夹菜。你剩下子没来。你可以有空问一下王平他们预算到底多少？什么东西预算？王平。哦。因为叉子真的好慢。嗯。我们录了17分钟哎，我们都已经快吃完了，可是就是虾子还没来，你在等虾子。嗯。等虾子来。我们先发什么？什么？你没有，你看错了。因为你平常……哎呦，你筷子不要这样玩。因为你看，你吃一圈就有这整圈的。对啊，你不要这样玩。一离开之后就到哪个位置？我们要等虾子，虾子还不来，虾子今天好久、哦。对。今天比较慢。嗯。今天，可是人也没有说多到很多。吃花生，这盘花生好多了。这上次点什么也是这样，宫保鸡丁。忘记了。它这是下酒菜，是这样。
好久了，这是真的难找。而且你来之前，我们就已经。对啊，是没他忘记了吗？他没有忘记，他不可能忘记。对啊，真的点超久的。这重点是我们其他都习惯，可是之前没有等那么久。P C O 卖多少钱？他那是卡夹吗？是卡夹吗？真的、哦，在哪边开？在哪边开？现在有出了卡哦。是杯垫吗？怎么了？什么东西出了袋？应该快，哎，十二月多就会出啦。不要这样啊！十二月多就会出了。他写说。这个很忙，下一看，是人生充满了无奈。今天有活动哎，你在帮我告人都不笨呢。这个已经过了，还没啊，十二月。然后郑州你有去？还没吧？十二月啊，对，十二月啊，对啊，十二月啊。那帮十二月二号到二月六号。什么东西？Pokemon 剑盾 Shop Coffee 跟 Pokemon Go 的活动，那个帮我买了，再帮我买了，等一下，我们做嘴巴。这个已经我们买了，十月二号开幕。他有个咖啡店。叉子没来吗？有在，先要出门。好，谢谢。筷子要还要吗？哦，筷子要，都留着。很多地方都可以嘛。谢谢。叉子来了，姐姐你的最爱来了。我的面面。哇，我们会等这个叉子等太久了。你们没有等很久吗？他的叉子是。底下是板条啦，我们之前有吃过，很好吃哦、喔。好啦，哇，我们为了录这个虾子等了二十几分钟，那我们要吃虾子咯，我们今天就录到这边，拜拜。我一定会买。